当初我们村民是非常的质疑，怎么会做这样一个东西啊？后来金身太公一来了我们部落以后，原来是他们早就是协议好的，要决定在南田做这个发射基地嘛。那个时候我们村民知道的时候，这个已经箭在弦上。我们是想要知道上面针对我们研基法的这个部落智商同意这个前线，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决定让他们在那边做基地的发射台？政府要做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明一个游戏规则嘛，法源一定要确立起来。因为像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更多，例如说关心公共事务的年轻人，以及关心公共事务的相关的那个知识分子或那个部落族人，都有能够发声的管道，我们才能够用力的呼吸跟生活。